好，欢迎回到这个卤蛋当家啊。然后你们的夜宅的人，完了就知道。我们现在呢，要就是跟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现在练习这个2K16。我们是红色的。对，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游戏画面。我们是要一起还是？我真的是不管怎样都是绿的呢。我跟你换。抓到了是绿的。抓到你是蓝的。对，我是蓝的。终于不当绿狗了。好，有别的意思啊，大家好。我们对号入座咯。好啊，我们是这样，我们现在玩选队伍，我们连什么都没玩。左边那个下巴也太突出，那是心机吗？那个根本就自创球员。左边跟右边怎么就差那么多啊？对啊，自创球员吧。三对三好了啦，我们打电脑。哪里有三对三？我们来打电话、欸啊、然后呢、哦、我们都可以操作，对，等一下不要动不要动，没人动。 Michael Jackson， 我跟你讲，球员就是跳舞的运动类的Michael Jordan， 好不好？你看这个就一定比较菜，选黑人一定，你看有没有这个哇、哦、这连颜色都不一样。林书豪，林书豪，来来来，没有林书豪，林书豪是黄的，没有用。啊，林书豪不可以换。哎，换我们选了，你不要一直选。你选我选个帅一点的，哪一个？选黑人一定对。黑人的嘴巴怎么大家都一样啊？你看这三个到底有什么差别？你不懂。突然之间好像在跳什么动作。这个好了。哎，你按叉、欸、按叉。哦、，sorry， 那你再选一次你的。OK。那我这个好了。总觉得嘴型不能太正常。然后嘞？前进。哪里有前进？我看到了。OK， 炮弹队。哦，不选。你们是三对三，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你好，不是三对三，我们不是三打三，三对三不是那一个。这个三对三，然后这个，然后那个谁，都没有选。我是另外一个嘴很丑的。哎，怎么不见了？然后它上面可以选队伍，哪个球队的那个人？随便啦，你就选一个黑人就对了啦。上面那个穿黑服还不错啦，快选黑人啦！好啦。这个啦，好不好？好，这个有嘘嘘，是对面的人哎、欸！我靠，我在对面啊！来，我先随便选一个，选一个白的就对了。你要哪一个？你要这个嘛？这个。好，对不对？好 ，OK。再选一个白的。这个。啊、是怎样？这样比较好清楚，是不是？叶子给你选。啊、要黑人哦。好。哦，南方鬼女看多了，我知道选什么。这个。好，再选一个。选一个白的，看起来比较弱的。看起来很猛哎、欸，这个等一下是看起来特别猛哎、欸，好像被他闪电的感觉、欸。还有王者知识，真的。啊，就这个了，这个小络腮胡。啊，看起来。啊，这个是什么？玩家炮弹队。玩家一二三，选一下。一，我是一啊。按我是二。二。我要选什么？魔戒队，魔戒哦。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的。这是魔戒，然后这是。左边是魔戒，右边是炮弹队。炮弹队，那我要炮弹。大家都炮弹，对不对？没有，你们炮弹在右边。哦，那我们要左边，魔戒队，魔戒队，快。好，魔戒哪一个？这个是魔戒队。左是炮弹啦，你瞎啦，左边你也是啦。要我选对啊，第二个左。哦，不是，你是第二个，你要选左。我是三啊。啊，是吗？所以我们要自己选就对了。不到是不是啊？我看不到啊。选啊，操啊，我就看不到啊！我知道你看不到啊！干，阿林没拆没几个菜你啊！我早就把你附近摘掉了。没让拆没你啊！我怕点点到我一批，哎，等一下，他三批，等一下，我们光这样都会吵架，我好担心。一二三，啊，我就拆没啊，怕点光，怕拆没。高没？就叫你把墨镜拿下来哈。对哦。我刚刚是痛苦哎，有什么好的？你跟我讲台语啦。我那八点多个喉咙没了。打球。哎啊啊！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哪一个是我啊？Sorry， which one is me？ 等一下。这是谁啊？我在哪里啊？看啊啊！我在哪里啊？他们自己玩得很开心哎。对，他们自己打。哎、欸哦，我看到我是个蓝的，我看到我嘞，我们在画面外，你是那个红的，哎、欸，我知道，哎、欸，这样，这个、啊、怎么移动啊？给我传球，好、哦，传球，你那是投球啦，怎么抢篮板、啊？哦，我知道我是哪一个，我是绿的这个，怎么抢篮板？哦，我看到三角已经抢篮板啦、啊，哦会啦，三角已经抢篮板。知道罗密欧还没有进到画面来。罗密欧是那个红的吧？他红的，我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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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棒球，完全不能动吗？给米，给米，扎，扎。我发誓，我按扎，你看。那你按住 R2 移动 ，R2 移动。不行啊！还是那个根本就是一个十八级。不是，哎、欸，我根本不能动啊。那个吗？这边有有有有啊有啊有啊！给我球，给我球，我在这，我在你旁边。按叉，这出不出？安全安全安全！大爹什么？大爹什么？安全安全球！我要去第一家。我要抄你球啊！我抄！我想抓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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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你！出界啊！你走出界我也杀死你！你不会玩篮球对吧？半场而已哦，好。打半场你不会打。哦，抢了，抢了，抢了！这这又变成红的，不能动啊！到底是？等下，等下，等下！哎，完全不能够动哎！大哥，你拿，我是退出，我再研究一下。来一个。他是蓝的，我是绿的，你是红的。对，可是我完全不能控制我的角色。重新，重新，重新。重新比赛，重新。哎，我真的不能控制我哎！是是是。好。来来来来来来，有感没变？我还是先他妈弄清楚。我不知道啊，因为完全我角色没得动。好了好，那个红的应该是罗密欧那个摇杆，那个应该是那个是那个是。对对对对对。叶子叶子叶子，你球球，你每一次都出界。对，叶子球玩全场，我知道我知道而已，我知道了，我来我来我来，我要跟你真人打球了，麻烦你认真点。那不用紧张，我们还是可以重来，我们还可以重来。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不会到我这个？不是不是我他是蓝的他是蓝的，对，你们先一个人动就知道吗？好的，我是绿的，我真的是绿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要传球我传球，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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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球，你看这我你看我投手我投手，你看你看我投手，有没有你看你看有没有我投手，那个是我啊，那个是我没错，对对对对对，可以吗？抢篮板抢篮板，你看我抢到篮板了啊！来来来，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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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回抢回抢回抢，传传传传传传。罗密欧，罗密欧，罗密欧上篮，罗密欧传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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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密欧上篮，罗密欧上篮，罗密欧有有有有有，罗密欧快快快传球！我已经十八级，哎，要怎么上篮啦？告诉我一下，哎，我要被人家雷死了啦！圈圈传球。三角旗抢篮板，刚刚在讲没停，可以讲圈圈。快快快，球先，球球正方，然后叉叉就跳，就跳起来封他，或者哎哎，传右，红色红色红色，哦，超远射篮，抢，我抢到了，抢到了，没有没有没有，被他干走，好，有有有，抢篮板抢篮板，哎，这，哈哈哈哈哈，烂掉死了，好，再，哎，罗密欧给，好，来来来来来，啊，被人家干走，他在我前面，你传给谁？传给我，传给我，传给我！我那个是罗密欧，那个是罗密欧。他这种选人传球啊！罗密欧这样，我看他好乱，头上会出现。罗密欧这样，罗密欧就可以按照他的。哦，我知道了，哦，会了，会了，上篮！哎呀，手机也可以上篮，他怎么？你不要挡我，走罗密欧挡我，我走是。上篮板，上篮板！我走罗密欧，可没有挡过我。陆苗，你是红的，我就你最红。你看是不是？我一个上来就进了，你在挡我。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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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抄他球，抄他球。好，我去去去，罗密欧，罗密欧，你给我飞在他身上。哇，哎，我们队友，我跟我队友都打到外面去。哎啊！这是犯规啊！他是不是？正方形按越久，他瞄越准。他应该是有一个 timing， 而且有一个胶啊，有一个完美 timing。好，你要投的时候你要按住，放开就投进去。然后下面你的下面有个指标在跑。好。你看看，就是你看看，哎，被他干走。打手才会有那个。哇。哎，我们连电脑打不赢呢，我们好烂哦。不是我，我连角色都没办法控制自如，你知道吗？球混蛋！我刚刚一巴掌把他打飞。这到底要怎么？我有点不大会控制，你懂我意思？不懂。
快，我要传球，我要传球，我要传球。我在这里。好，哎，被人家干走！你看，打手手，他刚用球砸我手手，犯规！哎，可是还是算他们球啊，好讨厌。为什么？为什么？哎，又犯规！超球蛮容易犯规。他不就不用操？我不要求举办真人篮球。跟在他旁边，他就自动把他防守住，然后就被过。你说什么？要怎么样防守？尽量跟在他旁边。正方形嘛，哦，正方形是防守，对不对？哇！被他掏到，那就不用玩啊！打个屁哦！超难的哎，真的。传球。哎。是不是没有哎，我那个角色超智障。哇，一个三分球，没有，浪板。我好想一拳揍他脸上。为什么他不会跳起来去挡？有跳是三角形，跳是三角形。好，哎，第三角哇！我得了一分。哦，喂，龙游，快点跑出场！我知道，要先回。传回来。啊，打手。慢慢放开，他那要满吗？不用满，他中间白色，中间有没有？他不是这样子过去一个。对，他是一个半圆形过去，他在中间有一条那边，差不多那边放的。哦。你是不是应该先去教学模式一下？哇哦！应该先看你拿球，然后那个拿球，他在这边有个白色，啊，就是投篮时候你在那个点挥球。你还从后面跑？哎，我本来回带出去。来，大家不用紧张，我们去找练习模式一类的。我这快累死。回就出去了，投球的模式吗？看，我们要先去练习模式啊！那什么都不知道要干嘛？他打人霸气一样，何苦呢？街头篮球，哪里有练习模式？往下按看。啊，没有啊。待我看一下。制定你的体验，经营球队，成为传奇，应该是制定体验吧。快速比赛。快速比赛。快速刚刚那个不是吗？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那个。没啊。快速比赛跟这个是什么？街头篮球，这是正式比赛嘞，我们连街头篮球都打不赢。啊，全场啊，这个是什么？这是经营球队，才玩都不会了，还经营它？是啊，我跟我们这个是球员设定，设定球员。啊，这个嘞，这是什么？经营接管一支 NBA 球队，完全制定了赛季球队经验，制定你的 NBA 2K16 体验，应该是制定体验吧？都看嘛。哦，阵容名单，创造球员，选球鞋。哦，有课程，这个。太好了，课程。自由练习、训练影片、练习赛、战术训练。我看一下，训练影片，看影片就知道了。好，投篮，先学一下怎么做。来，看一遍，从影片开始。是。哎，有了，投了，有没有？啊，这些实际上我们也办得到啊，游戏你做不到而已。来，教大家。哎，各位看不按住正方形动作按钮，然后推右手边的 R3。哎，那要怎么看它？如果你正往篮球切入，可以推。啊，左或右来瞄准或按哦，他的意思是说按住推 R 是或防守者对哦投篮的线是不是？或者轻按两下正方形，也可以投球。Hold down sprint and then hold the post. 按住 R 什么？那字那么小。然后左右来完成过来。Left and right will give you left and right hand jump. 哦，右前。Back will give you a signature flash. Check out the rest of 2KU training videos. Okay. R2 跟右摇杆。啊，这个嘞。
运球。This is James Harden. Welcome to 2KU. Let's talk about how you put a guy on skates, break down the D with your handles in NBA 2K16. You can size up your defender by holding down, and quickly flicking the pro stick. 并朝任意方向轻推 L， 可以再转为哦，轻推 L， 轻推 R， 轻推 R。Just read and react to what the defense gives you. Another good way to get your hand on the ball is to hit him with an ISO move off the drive. Do that, drive at your defender and flick the pro stick in any direction. This will give you a crossover behind the back, hezzy, or in and out move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you flick the stick. You can also twirl the pro stick to pull off a spin move.转动 R 会有一个转身的动作，是就连续二到三次的动作，这样你可以把对手晃倒。晃倒。哦，啊这个嘞，传球。好，来来，大家都需要传球。可以一直说一下，我们都看不到字。最简易方法就是按下叉叉，按叉叉，会根据实际的选择来做最佳的传球方式。大多数都是为保险的传球方式。我操！我刚刚一直按方块，重点传出去。如果你想要地板传球，就用按圈来完成。哦，地板夹在中间有防守战神优势，就是想叭叭叭，就太棒了，什么？如果想用不看人物或花式传球的话，轻按两下圈，会有花式传球。哦。是不是？就跟你说，教学很重要。是是是是是。高低一圈，再用花式。真的，看到我们多花。如果要高调传球，就是按三角形。然后每个人先练习樱木花道那个腰间传球。高调传球三角形，花式传球两个圈，花式传球两个圈，轻按两下三角形，空中接力传球。反正人多的时候才会用嘛，人家二对二而已。是多了 icon pass， 加个 icon pass 过来。你都去后退啊，都去后退。搭档，搭档当赛品吗？展元不下来打吗？好像是小刘跟另外一个人。那我跟展元当赛品好不好？防守篮板王。哎，快，我们再打一次。我懂了。不是啊，你要先自由一下，先确定一下哪个对到。传球按叉或者两下圈，他这个比较会有花式传球。这是怎样？太久了吧？哎，谁是谁？我是这个，我在场上这个，我拿球的。哎，大家都有球哎！哎，超级自由。哦，哪一个是我啊？你选。哦，我刚没选啊。对啊，谁叫你刚刚在那边滚？对不起，这一次啦，让我选一下 ，please。安西教练，我也好想要打篮球。真的是最浪费大家时间的类型。好啦好啦，我等一下让你当樱木花道。不用。还是你要当山井？你给我500块，我就原谅。好，来大家都从客队。客队吗 ？OK。好，拿楼顶。自由模式也很快乐。拥有空接的徽章，更能精确地完成空中接力传球。交叉。哎，要呼叫挡切按 L1， 呼叫抗突然嗨起来了，明明今天开场还一点要死，哈哈 ，L， 就是 L 啊，哦，那如果他在那边鬼叫说我要死，我有跟他叫，哎，我要死，好，我有了，这时候我要传给谁啊？大家手上有钱，不要传啊，你看。哦，我灌篮哎！我到底在干嘛？跳土风舞吗？
哦，哦，好看，我趴哦，快传球，传球，哦。哎，我的球在哪里啊？哎，在地方。哎，他怎么投？哦，原来如此。哦，哦，我好准。那越远越远，他那个范围越小，对不对？你要按到对。对，他应该有比例差异。传下。外面的人不给球。哎，我想要花式传球。花式传球就这样啊。对啊。连续两下全力传。对啊，就这样。好，来抓花一下。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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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欸，要怎么投上去啊？就是你要传得漂亮，自己太丑了，垃圾。那你们看我灌篮，看我学会灌篮。这叫灌篮吗？不大像。我在我的旁边这个哦，走开啦！哎、欸，我干什么？都挡在篮下，走开啦！垃圾。传球，传球。来来来，传球，传球。你去哪了？你刚你已经出界了，我看到鼻子就。我刚不是吓吓大家。放屁！我要，我要，你已经出界了。在。不会吗？不会啊。有，我拿到。我出界了。哎，太多球在我这儿了。啊，好帅哦！我灌篮。等下练习三分射篮。三分啊！拿不到球，拿不到球，真的好难哦！哦，我好准啊！哦，看来就是中间那条白线。哎，给我球啊！啊，三分好难哦！按到线就可以了。你看我越来越溜了。还可以，可以，可以。要按到什么线啊？你按住正方形，你会看到你的角色下面有一条线啊，有看到吗？按到白色的吗？正中央有一个白白的点，那个点，那个点就是那个进篮点。啊，那很小哎、欸。你越远它越细啊。我看看我站近一点有多粗。哇，直接按它就直接投了，根本不管呀、啊。对啊。灌篮，快速灌篮要哪一个？二来按住 R2， 然后推右边的。哎、欸，为什么会有四个人拿着球啊？把球给我。快速灌篮！哎、欸，我进了，我三分球进了。Do you see？ 为什么灌篮那么不帅？为什么灌篮都灌不出去啊？对啊，为什么？哎、欸，我又进了。是右左前。刚刚我有三分球的才能啊，各位。废话，是练习模式、欸。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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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快！哎呦，来打到对！哇，好像体育课一人拿一颗球、哦。我要进了，哦，帅！哎、欸，快快快快快，我们可以去打，我们可以去打了，我们可以去打了。Give me ball, give me ball。混！哦，是不是？是是是。哦。Give me ball, give me ball。我抢篮板啊，没有。我们不是同一队的吗？你要抢篮板。篮板。哎、欸，打爽了，可以去打了吗？玩爽了吧？我们至少要接头篮球要赢吧，对不对？哎、欸，太好了，空心球，超棒。放屁、啊！走了，好难哦。来来来来，真是自嗨。这游戏真难玩。嗯，超难的，没关系。还好练习一下嘞。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会被打爆。走了走了，我们出去打敌人。好快速比赛第一个敌人。毒血太久了。街头篮球。哎呀，
三对三一切啊。来，再来选一次，我要选我刚刚这个，我选一个白的，啊，你们自己选。这是哦，这是罗密欧吧？敌对的吧？没有，这个是先选罗密欧的。我就选个红色的衣服就好了。你选一个，你那个女的黑色衣服的，天哪！啊、哦，不好意思，好像这个啊。没有啊，你已经选掉了，这是对面的了。刚有个看起来像小日本的，好了，是他了。那个是叶。啊？现在是？哦，是啊。啊哦、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差，进菜了。我都打掉。我们先来报角色名字。还有练习哦，不然我们搞不好二十分 GG。不用哪个自己啊？我就是那个啊，刚刚那一个啊，我没有变啊，我还是那个蓝衣黑鬼。反正你一定是红的啊，我是绿的、啊，他那个游标。我游标可是我刚刚选的那个好像已经是第三个了，所以就不是我，所以我也搞不清。你只要看游标就知道了。看一下哪个是我？来开始了，我是左边这个，有没有？我马上就进了一球，开玩笑。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哪个是我哎、欸。你就是那个红色的啊。红色不是我啊。那你就是那个绿的啦、啊。绿的也不是我啊。21号是鲁鲁吧？我是那个蓝色，你看我在防守，你看嫩。啊？哎、欸，我们是同队吗？是啊，是吧？我你是外面的吧？还是里面的？我不知道我是哪一个哎、欸。Athens、欸。哎，我是绿的哎、欸，怎么会这样？你们应该是里面的啦，应该是里面的。重来，大家先确定一下谁是谁。刚刚选角色的时候不知道谁有来。下面有这个才是你们啊，像这个，这是谁？白。哦，这是我。所以我们是白队。我是22号。那罗密欧应该是21号吧？我就是搞不清楚我是哪一个。我没有操作权的。我也没有操作权啊！啊！刚帮我写一个吧，再一次。哦，所以刚刚是一批而已吗？刚可能就一个人在玩，很可怜，就是没有。所以你没有操，你没有那个操控权吗？对啊，我也没有啊。操作谁都没有反应啊！三对三，这个是我先选嘛，我选这个，然后这个是右边的，这是敌对，我看一下啊。对啊。OK， 那我来選。哎、欸，没啦，不要乱按了，大哥。啊，没有选一个牡丹。啊，这个应该是我米欧的角色。帮我选个红的。红衣服的是。嗯。你剩一分钟，我们要过去。啊，等一下啊、喔。那随便选啊，随便选啊。这是另外一边的，这是叶子。好了，可以。啊，这边选对。好、哦。我是那个玩家二。魔戒队，我是玩家一。我们都选一样的。哎、欸，我变魔我。魔戒，玩家二现在是炮弹队，这样好，对，好，这样 OK 了吗？好 ，OK， 都是魔戒，这样就 OK 了。至少让我们练个一场吧。对啊，至少让我们各自喝酒。快一点，罗密欧没差，没有要入队，叫隔壁等一下，隔壁不要吵。可以啊，闭嘴，投个球啊，做个开场什么的都好。昨天就突然跟我们讲说要挑战，哎，又不让我们练习。而且晚上才拿过来，这个是明天的。对啊，我们不是投降了，我们才要过去啊。投降，麻烦哎，你知道输人不输阵嘛？红的，我是那个，我是上面那个，我是绿的。好，我有控制权了，这个是现在是我来花式传球。花个屁吧！出去哪里？这是实战出界啊！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好，我绿的，来，传球。你就直接传过去啊？为什么？没得传，我们要过去啦。我们不是要花式传球吗？这跟刚刚说好不一样啊！去卡布拉，那娘啊！啊！来，传个！哎，花式传球。怎么样？哦、欸，你传给别人干嘛？不是我啊！他在从我手上把球拿走了。好，我们可以过去了。我玩这么烂，不想再丢一线。投降！哎呦，我的妈呀！投降！太烂了，20 GG 了啦！我对台湾玩运动游戏了。啊，卤蛋当家境广告。真的。转隔壁棚，谢谢大家。